一二三，好。请问你们是哪一个单位的？嗯，哪一个单位？哪里来啊？自己来的。自己来的啊啊！你们是劳工吗？不是。你们不是劳工？台湾学生，我是。啊，是是是。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那个吗？这个牌子广场原油站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是什么单位。它只是一个独立乐团的牌子，独立乐团做的牌子，对，然后也是这个牌子的衣服，还有去很多反政府的东西。最后我们得到的却是工资动，乐团都比马英九还关心我们的社会。可以补消遣外劳与基本工资脱钩，接着还有工资松绑，开放白领外劳，设立保外特区。原来拼经济只是勒他们的裤带，拼他们的经济。十年来，受雇者实质薪资下降超过5%，生活更加困难，失业率居高不下，企业的获利却从2.5兆增加为5兆，证明劳工卖命拼台湾拼经济，不但分享不到成果，连早来退休。台湾在一个关键的没有啦，应该向左向前还是右转向后，把政府无能选择正确方向，在野党同样束手无策，我们面对的是统治者的集体瘫痪。我们活在号称民主自由的国度，据说人人都有选票，我们的阶级地位却退回到了戒严时期，国家公然偏袒资方，国会毫无制衡力量，媒体被财团垄断，只剩下凭经济一党独大的言论自由。支持度跌至20%的统治者却可以拒绝改选，继续复活3年半。只有恶法不但没有修法，警方正滥用公共危险妨碍公务罪名，与其悲观焦虑，不如正面相迎。既然国家放弃批判阶级利益，失去政策理性，人民只有被迫重回街头，也许一国才能清醒。我们终于失去自信的社会，我们没有百万大军，的确疲软。在这个历史时刻，需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，当一个错误的政策。我们没有明星人物，也没有刀枪棍棒，只不过是无辜脆弱、独守中立的普通百姓。但是我们的愤怒会让鸡蛋飞，我们争取当成千上万的鸡蛋飞过海盗上空时，也足以遮蔽傲慢权力的苦毒烈日。这是我们以最诚恳的跪行来呼吁社会大众。站出来的理由，我们在等待弱势者集体行动。
说再见，不可思议的力量，请加入放鸡蛋飞的行列。在喜总统府共同行动团体声明，所以我们的提到只是初步，后面仍然有不断的提到，我们要求对政府向人民道歉，向所有广大劳工道歉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行动到此结束。再喊一个口号：政府混蛋，政府混蛋，人民混蛋。我们代表1208行动联盟。